赫伯之通赫伯之通看到那匹马骑着马马脖子马脖子马也走的天上的马也走的那个脖子甩啊甩的，他的脖子都痛了应该告诉王母娘娘一下，也不差这么一点点时间了也不差这么一点点时间路上也应该让他们休息休息同他们说了应该让他们休息休息让他们休息休息不能这么干的，这么干的话太累了太累了，接下来到了蒙郡地以后太累过头了，也是好几天不能工作还不如在中途慢慢休息王母娘娘一听对然后发号令下去让他们中途走多少距离或者走多少时间要休息不能像之前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好，明白了明白了，要休息好，知道了再见再见